瓦纳首都的中国区。中国人1847年开始来古巴哈瓦纳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中国人住在这儿，因为1949年他们都去了美洲另外一个城市，现在他们很少在这里。这个叫华人街，因为是中国哈瓦那的中国区，有两个大手街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中国街。2019年是哈瓦那的那个500年的生日，所以政府决定了他们要修复很多中国城、中国区的楼和街，他们要修复中国区哈瓦那的中国区。你们可以看，在这边他们写中国城。Sientas bien, habrá días que no sabrás qué pasa. Habrá noches de no dormir, que no sepa ni qué decir para hacerte volver aquí a la cama.
si vencemos la confusión y cuidamos esta pasión y abrazamos esta ilusión con el alma. 中国人很早来了古巴哈瓦那， 然后古巴 独立战争的时候，中国人帮助古巴人哈瓦那人，所以很多中国人在这死了。因为在这有很多中国人死了，所以他们建筑了一个中国人特色的陵园。 丝绸之路是一个艺术的商店，还可以买一些中国东西，但是有很少商店，现在他们都关门了。欢迎你们来哈瓦那的中国孔子学院，在这儿那个。 古巴人可以学习中文，你们看有很多汉字。 古巴人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，所以他们要在这儿学习中文和学习中国文化。 哈瓦那报道。